有闻，今天在上帝和众亲友的面前，我娶你做我一生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也将自己给你，并且做一个爱你、忠心、负责任且敬畏神的丈夫。东琪，我爱你，我感谢上帝，因着他的爱，将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今天在上帝和众亲友面前，我愿将自己托付给你，以你为我一生的丈夫，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与能力，我将全心爱你、敬重你，以你为荣。你是我终身的朋友、伴侣，我唯一的真爱。我要。I have unanswered prayers. I have trouble I wish wasn't there. And I've asked a thousand ways.You would take my pain away. You would take my pain away. I am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o walk this weary land. Make straight the paths that crooked lie.Oh Lord, before these feet of mine. Oh Lord, before these feet of mine. When my world is shaking, heaven stands. When my heart is breaking, I never.好，那现在呢有这些的对、嗯、那我相信你对于有文的了解你觉得来一个红包可以删掉一个吗好这是猜的好啦直接猜的粉红色对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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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叫总经理，又问上帝，好，你要看吗？有信心，有。各位观众 ，Megan， 哇！要上去大声喊，那这个是要念给他听的哦，对，你要念给他听的哦。好，说是我的看谁？好，也就是我的，对。我的钱就是老婆的钱。第三，老婆都是对的，如果老婆有错，一定是我的错。无敌超人，老公锦标赛最佳老公奖。爸爸妈妈，跟友文、交往的这一段日子，然后也很感谢爸爸妈妈的热心款待。对，我深信这段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我也很爱友文，我一定会珍惜他，爱护他，也请爸爸妈妈放心。我一定会让友文幸福的。好，谢谢爸爸妈妈。好，谢谢。好，爸爸妈妈，谢谢你啊！终于今天我要嫁出去了。虽然要搬家，但是也没有那么的不舍。有时候想起几年前搬去美国那前一天，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不舍，因为一去就是两年没有回家。可是现在东东家很近，两天就可以回家。
我爱你们，谢谢你们。对对对，啊，我也非常感谢上帝的哈，啊，有还是有个缺点，我现在就要讲，因为他对的事情他都会很坚持的，啊，我还是要交代你，以后不管你对，还是要闭上一颗眼睛的，啊，记得。就这样交代你，有时候对一定要坚持，可是有时候该闭眼睛的时候，眼睛要闭一颗起来哈，记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好。希望以后你们的生活啊，更有神的真理在你们当中，当你们的榜样，然后彼此相爱，永远扶持到老。愿上帝祝福你们，谢谢。好，感谢上帝啊。He is God. He will be exalted over all. Come and behold His strength and majesty. Yet He will come and rescue me.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交往的这一年多也是我非常幸福的时光，虽然准备婚礼非常的累人，但是也是我们甜蜜的负担，让我们一起享受今天愉快的婚礼吧。